我是宏泰电工电力事业总经理刘文斌，感谢评审团各界专家所给予的最高荣誉跟肯定。大赛获奖，提升了宏泰电工国际知名度及市场布局，能够展现众志成城、持续进步的精神，更要感谢全公司同仁的同心齐力与坚持。宏泰电工成立50多年来，始终秉持着诚信勤实、创新精进的经营理念，致力于产品研发、技术更新跟品质提升，在电缆业缔造了4个第一，包括首家研发防鼠蚁电缆、首家研发无铅电力电缆、首家开发预制分支电缆及首家取得 PV Cable TUV 认证。此外，公司也陆续得到 UL、EN、IEC 等国际认证。宏泰电工以推广用电安全为职责，公司专利双效防鼠蚁电缆具有完全的防护功能，加强了用电的安全。善尽社会企业责任跟使命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